好，那我们 Node.js 这个平台，它可以用来执行 JavaScript。那这个东西从哪里下载呢？我们这里其实都已经下载好了吧。其实你现在打 Node 几乎就会跑到 Node.js。那这个是台湾站哦，但主站是这个 .org 这个站。那这是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一个软体，而且现在越来越风行，它的重要程度已经开始逼近像 Ruby 啊或 Python，甚至有点超过的一个倾向。那你只要按就是选这个 install， 很容易就按下一步就全部装完了，所以我今天这边已经装过了，我就不再重新试，就不再重新试了，因为真的很简单，你只要按 install 之后就装完了。那这里已经有一个 Node.js 的版本 ，OK， 好，那你就可以启动它哈。启动它之后呢，我们重新启动一次啊，我就从这个 Node.js 启动一次，好，那这个是命令列。命令列的话呢，比如说 s 等于 3，y 等于 5， 这有点像回到过去那种，如果你用过那种解译字语言或者是一些很早期的 basic 啊之类的那种，你会发现说 ，OK， 它就是可以这样写程式，你一边写一边 debug， 一边交谈这样子。那S 加 Y， 他就给我哦。那 S 加 Y 是3S 加 5Y，OK，、okay， 他会立即回给我值 ，OK。好，那这种模式其实我们也不是很常用这样的模式的哦，因为毕竟 Node.js 通常用来写的是写那个 Web 的伺服器端的程式，所以你几乎不会。除非你在测试那个学习的时候，你才会用这一个模式。不是学习的时候呢，那你就会直接写一个程式，然后呢执行。那我现在这个已经 OK 了，我再示范几个好了。好 ，A 等于 好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阵列写法也很简单哦，就是中括号，对，那它还有一些更有趣的写法是 m 等于 OK， 那我这边这都是 JavaScript 标准的 JavaScript OK， 所以呢这个键盘我真的用得很不习惯。好，这样也可以。它是什么呢 ？n 等于这一个，这个东西叫做字典 （dictionary） 或者是 map。它其实它是一种杂凑表。所以我现在呢 ，m 等于这一个大括号 name 两点 john h 43，这代表说呢，我要建立一个字典，它这个是关键 key 关就是名称栏就对了。那这是内容栏，名称内容这样的东西就是字典。那所以 age 年龄43，那他就帮你建立了一个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人名。所以我如果这样就是也可以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这样写。OK， 是不是觉得很容易？感觉很容易，但它就如果你用 C 语言或者是用 C Sharp， 你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写这些东西。你比如说以 C Sharp 而言，你至少要建立一个 dictionary， 然后你再用 add 去加入或 put 加入，然后呢之后
再取出。但它有它这种语言就很随意，我字典就是一种内建的形态，大括号括起来的东西就是字典，中括号括起来的东西就是正念。那我甚至可以这样子做，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什么例子，好，随便举一个例子，Maria 等于 OK， 然后呢，Friends 等于啊，就这样吧。为了避免麻烦，我就直接用 Mary 这样。好，跟自己做朋友啊。这样还没完。看一下哦，抱歉，我的语法写错了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？我的语法写错了，这里要用两点。难怪他觉得我没完。OK， 这有什么问题 ？Mary is not defined， 因为这个 Mary 还没定义出来，我就把它拿来用，所以就不行，所以我不能这样做，我可以这样做。OK， 那当然，其实你可以就举等于。我每次都打错，可恶。好 ，OK。好，那你会看到就举。那我刚刚的，如果重来一次，刚的这个 menu 如果重来一次，它的 friend 不要是这个。OK， 那你会看到 Mary， 名字是 Mary， 她有两个朋友，一个是 John， 一个是 George。所以你会看到，那我们很轻松的就可以写一些很物件导向的东西。那你感觉不出它一点，它是物件导向，但是事实上它已经是物件，只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继承性，它的多形，但是封装这样子就做好。好，那甚至在 Node.js 里面。也不是说 Node.js， 应该说 JavaScript 语言这个语言里面，它函数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应该不叫很特别的东西，应该说很正常的东西。在其他语言里面，函数都是一个不正常的东西，也就是说它跟一般形态不一样。但是在 JavaScript 语言里面呢，函数就是一般形态，它就是一个形态。所以我现在举个例子啊。好，我说 ADD 等于这个方式。好，那 ADD 就是一个函数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说 ADD 三。你会觉得很怪，为什么会这样写？事实上，你也可以写另外一种。你也可以这样定义。那它传回来，是一个 undefined。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只是。当你这样写的时候，它没有传位置；当你这样写的时候，它传回一个方式。这两种写法在 JavaScript 里面几乎是一样的，只差一个不会传位置，一个会传位置。那这是很重要，在 JavaScript 里面是很重要的功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函数当参数来用，把
函数当参数来用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各位学过微积分吧？微积分里面，如果你要做微分，怎么做？次方向做系数，然后次方再减次，对，那是照公式解，对不对？公式解，那是只有多项式的时候可以这样子，对。OK， 就说x 的 n 次方，好，这种可以这样做。但是有没有一个它写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做所有函数的微分，放进去就算出来？但你可能想的方向没有想到我所说的那方向，其实很简单，所有函数的微分很简单，非常简单，莫名其妙的简单，只是你一直想到另外一个方向，你一直在想怎么样算出公式解。我如果不要算公式解，我算特定点的解，微分怎么算？特定点的解，微分。来，特定点的解微分呢？来，我们画图啊。这里有没有 LibreOffice 看一下？没有 LibreOffice， 那有 Microsoft 的 Office 也 OK 啊。虽然我比较习惯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新增一个。好，什么叫做特定点的解？来看一下，我们插入一个图形。就一条线吧，曲线。好，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曲线，对不对？我要取这一点的微分怎么取？再加个直线。切线。切线嘛，就取这一点的微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点的斜率。不就是它的微这一条曲线在这一点的微分吗？好，那我怎么算这一点的斜率？如果我们这样把它放大 ，OK， 其实我的切线没切好，对，但是接近了，好，那我的切线没切好，我可以调整一下。不过，那不让我调哎，没办法贴紧。哦，有了，按 Alt 就可以。好，这样就好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放得太大了。好，这样子切得很好。当你放大之后，你会发现说 ，OK， 我们的切线怎么算呢？就是再放一条直线。我们的切线怎么算？我们切线就是这样子算的，把这一点，这样可能没有好，这样横直一点啊，再放一个切线，切点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放一条横的，好，现在它的微分是多少？它的微分不就是，y 的这一段除以 x 的这一段，这是它的微分吧？所以这一段是底 y， 对不对？那这一段是底 s， 所以底 y 除以底 s 呢，就是微分。那这条函数是 f， 底 y 是什么呢？就是。两点之间的 f 差，函数值差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写个程式，写个什么程式呢？你看，我说在某一点上面，它的微分
那我就把一个差距取得很小就可以。那我如果今天呢想要算某个函数在那一点上的微分，我先给它一个参数 f， 这就是那个函数、哦、然后呢我就 return 怎么了， return f of s 加 0.001， 然后减掉 f of s， 这里两个刮起来除以什么0.001，这就是它的微分。只要我们认为0.001够小就可以。那只要它在0.001的范围之内不会变动太大就可以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一个函数给定义下来。那你可以用刚刚的那种写法，可以用这种写法。那 OK， 这样我接下来呢，我再定义，比如说 f。啊，哎，这个，这个吧，好的，哎，比如说 SQ square， 这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函数，它是个函数 ，OK， 那这个函数你输入一个 x 值，它会传回什么呢？传回这个函数的应该有的值，比如说 s 平方。OK， 那这样 square 不就是一个函数了吗？好 ，square 是一个函数之后呢，我们说，好，那 square 啊五，那会是多少？25，对，平方嘛，没错吧 ？square 十呢，就100。好，那 square 5.001呢？25点，这样对吧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算啦、啊。if 什么呢？五在带五这一点，函数 square 的微分是多少？10.001，也就是差不多就是死了。你算算看对不对？你套公式解进去 ，s 平方的微分是不是2s？ 2s 2乘以5，对吧？所以是不是几乎很准？这是数值微分。各位学数值分析学什么？都学这个。那你用 JavaScript 就很容易做这样的东西出来。当然用 C 语言，其实你只要函数指标少。你也可以很容易做这个东西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你会觉得 C 语言还是有点冗长或累赘，因为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C 语言和 C Sharp 和 Java 都是一种编译式语言，也就是说它必须要编程机器嘛，那这不打紧哦，那但是他为了要让那个程式的语法可以尽量的检查的很完整，所以他每一个变数前面都要加形态，所以你绝对不能在 C 语言里面这样写说 sub sy， 一定 sub int s int y， 对不对？那传回也会 int 之类的。那当你一直在写 int 或者一直在写 float， 一直在写 char 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多写很多东西，那这个都是那种强形态语言的好处和缺点。因为好处就是说，当你写完去编译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只要编译的过，那大致上只会剩下那种是你的流程思考错误的那种东西。那 JavaScript 不见得，因为它就算你编译的过。其实它根本不编译，你把它写进去，它过了，然后呢，你下次用的时候有错就跳出来。OK， 那这种就是动态语言，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给它，然后有错它就跳出来。
那甚至有一些很神的东西这样子做，就是说我写 S 等于 S 加 Y 等于5。好，请注意这是个自串，如何注意这是自串哦。 OK， 那我说 S 它就是这个。好，那我现在说 S 等于 3， Y 等于5。 OK， 它都接受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管我有没有加分号，它也接受了。好，所以现在 OK 的哈、哦。那现在我说，那个会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，我 EVAL X 这什么意思？我就把 S 当成一个 JavaScript 程式来算。好，它告诉我是3。那我 EVAL Y， 它当然告诉我是5，对不对？那如果 EVAL S 28，各位学过资料结构啊，对不对？你学资料结构的时候，有一个看起来很容易，但实做起来很困难的东西，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运算式。你们一直在前序、中序、后序，对吧？然后考试也都考这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前序、中序、后序搞了半天，你有没有自己写一个运算式的运算器？那个才是重点。你最后做那么多运算式的那个，其实它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告诉你堆叠怎么用。OK， 但是前序、中序、后序搞了很久，其实就是要为了要做一个运算式的运算器。那现在呢？你在 C 语言或在 C Sharp 或在 Java， 你都要做这件事情都很困难。你要写可能1000行的程式，你才可以做比较完整一点。那但是呢，我们如果用 JavaScript 呢，你丢什么进去，它就帮你算。甚至我们刚刚不是做了一个 diff 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说，ESP 好等于，然后呢 ，D。马上帮你算出来。再来，我把 ESP 改成一个 function， 然后呢？稍等，看一下，好像有些地方没有写完整。哦，可能是没有分号，对不对？来 ，ESP 改成一个 function， OK。好，然后哦，我知道为什么。EVAL ESP 传回的是那个方式，那个函数。OK， 那 EVAL ESP 5，还没完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 ？ESP 是这个 ，return D S。好。
这里有点卡住了，我觉得我的语法可能有点问题。Square, deep, 来，再试一次。OK， 现在可以了、EVL ESP， 因为 S 也有了 ，Square 也有了，所以 EVL ESP 就自然就计算了。所以它 S 是什么 ？S 目前是前面的这个 S 3，所以它把3传进去了，所以3的 S 平方在3这一点的微分是6.0。所以刚刚我们的逻辑有点，就是我把这个参数再度用传进去的方式在做，它会不会直接把，就没有办法很确定。好，那所以你可以先用一下这个 node.js 去测试一下，稍微东玩西玩，去熟悉一下 JavaScript， 看哪里呢？看我们上课程这边不是。把这个贴上去，看这里。哦，已经有了，就在这里啊，4月22号的。那一样，就是我们现在是延续4月22号，对，4月29号，继续这一个。好，你去看。一下刚刚那个文章，然后测试一下用 node.js 的这个界面去测试一下那些程式。OK， 那慢慢熟悉一下这个环境 ，OK 吗？大家试试看，试试看。